来看下一条。现在呢，这个大龄剩女这个人群其实是挺庞大的，其中有不少呢还是才貌双全的优秀女性。为什么还单着？她们是主动剩下的还是被剩下的？现在就有一群人正在解答你们的问题。一路上有你，苦一点也愿意。陈浩，你这是在告白吗？原来在光棍节前夕，演员陈浩到东方卫视《剩女大作战》的节目，为广大大龄剩女们支招来喽。哎，我单身。你是啊？你喜欢的究竟有几个？可是陈浩，你这明明是在推销自己的节奏啊！我其实今天挺想冲到台上，我来做嘉宾的。走上《剩女大作战》舞台的女嘉宾，平均年龄都是28岁的未婚女性，她们要面对7位导师，说出自己的感情经历，让导师们来分析她们之所以成为剩女的原因。每一个人被剩下的原因是不一样的，发现问题之后帮她解决。帮他给建议，给出路。如果你也想找寻单身的原因，那就一定要在每周四晚上10点准时收看东方卫视播出的《剩女大作战》。新闻在线，上海报道。和剩女大作战呀，那就是和圣斗士的一场战斗啊！希望他们好好打。